蒜泡醋它会冒那个气体，所以要改成用纱布，才不会水才不会跑出来。新加坡太热了，所以放在冰箱比较好。挑掉了有黑掉的大蒜，可是现在剩下的就是还是蛮好闻的大蒜味，没有腐败的气息，所以放在冰箱继续观察。社区有很多印度的这种小的杂货店，这边有一家，我刚刚就在这里买了厨房瓦斯炉要用的点火的电池，只有新币1.8块，就有两个，还不错。胃是其实不是很好哈，因为我也不知道吃什么，我就吃那种拜拜用的那种糕点，长得又很像包子，吃得很高兴。心機讀嘢，做人同跑馬都一樣，最緊要讀唔贏啊！嚟都嚟咗啦，想讀都唔得啦。